德哥的眼神一样细长、啊、锐利、帅气。你这是很过分。对，有一些小小的。對天哪、啊，这没有电动。But、嗯、你今天遇到贵人了。他这一次为什么我特别推荐这一台？他、嗯、引擎是全新的，驾驶辅助科技在这边也是可以。哦，好满哦。每个星期六晚上10点钟，东风卫视《跨界大赢家》。